周巡哲于基隆市庆安宫举办开播仪式，现场有许多知名演员一同来到现场，台下观众更是络绎不绝。以基隆人真实故事改编的剧本，表现出不畏风雨困难，仿似基隆各区需要帮助的人们，给予爱和温暖，让最寒冷、最阴暗的角落也能绽放出希望的新芽。周巡哲可以在去年的1月22号从这边开始开镜，到现在今天来这边举办一个记者会，我想我们回到了这个庙柳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艺文的这个角色。那只是说我们使用的方式不再是那个演台戏的一个概念，而是借过所有的有限无限，在21世纪里面做最先进的一个传播方式。现场还发放免费的素粽，让民众体验端午的气息。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